算，拜拜，好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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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浪漫，真的、哦。到了新就安了吗？我是在你的新安到了吗？我是在这边红绿灯遇到他的，什么新安到了吗？哦，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新安到了，新就安了啊！你的新安到了没有？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好，到了要说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也要说？不要一大早就在那边，我刚刚在想在吃什么，你跟我讲这个。再回去找炫神刷照片。对。
他怎么没看到那么冷啊？他们可能躲在旁边炸了。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一个啊。对啊，那是梁小鱼了。Jeremy。这滑水道没有什么水哦，幸好。应该是被人家玩完。左边水比较多。被人家玩完了。都被玩掉了。这雨不大吧？应该是333都没来，竟然还可以被玩掉。有在警察车，这边是有摆山脚架的，没有摆，就是有时候噪音啊，或是对那个巡逻车啊，对，是哦，啊，就在那边 stand by 的吧，是哦 ，stand by， 好，噪音是还好啦，怕是怕山脚架啦。哎，他们的休息站到了，我以为已经超完了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一辆白色威士台的。华江，你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油吗？当然有油啊，靠腰哦，我有去加了。不然你以为我问你还有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到底想问我什么？我比较早来，我怕迟到，我早点来，我先去加了，六点就在那边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到了吗？你还有吗？这样没错嘛？所以我问问题没有错啊。有一台车过来喽。OK。有台车来了。说这个桥不好超了，对象有没有车啊？对，我们就超对象。就那台车而已，就坐那台车，后面都没车了。那我们直接走对象啊，快点，防蓝灯打下去。有车过来了，靠北。还没来问题哦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就在讲干话的时间，一台车已经来了。北部啊。把这段小直线等过一台。可以啊，直接扒掉它。华江拿起枪跟我走。等一下，还有阿成，阿成这边有没有车？对象都没车，对象都没车。哎，华江跟我走。对象都没车。好。都没车。好，这边要刹车哦。这边要刹车哦。有撞了，在那个公车底那边有撞了哦，底头。没有，超过了。OK。这要刹车哦。感觉怎么今天那么滑啊？天气冷啊。